大家好，我是如钩，今天来做点腊肉吃。真香，先把它洗干净。炒干辣椒，妹妹，我给下杯水炒。姐姐啊，行了，腊肉炒猪血丸子。然后吃准是吧？没力气了，没。蒜苗。买不起的买地条，地条。你要是拿不起，咋的，兄弟？弄到哪里？你妈行。